近日，一组名为西藏大学校花的照片网络走红。据悉，照片中的女孩90年出生，今年24岁，一双硕大有神的双眼显得灵气十足，加之五官立体，美丽娇艳，似混血芭比。有网友称认识这位校花，透露其曾经做过模特，开过奶茶店。妹子的性格很好，特别开朗，也特别能玩得开。大学时候做过模特，礼仪还经常帮人家影楼拍样片什么的。大四的时候自己开了一个奶茶店，经常自己发明好喝的带回来给我们喝。又一次我感冒，他知道后在店里亲自煮了姜汁可乐给我送回回校，当时感动的只想泪奔。我是和他一起做模特的时候认识的，特别照顾我们。一般活动是他领头，活动前一天就准备服装啊什么的，搬演出服之类的重活从来不让我们做。第一次做活动，看我是新人，还很耐心的给我讲，特别负责任，不管早上要起来多早，他都是第一个到，然后等我们，给我们发服装。照片里的男的是他老公，两个人好像是13年3月份领的证，回去领证之前给我打电话说回来请我吃喜糖。我们把她叫盼盼姐，但是貌似她和寝室里的人关系不怎么样，好像是她寝室的人老是针对她，漂亮的女人遭嫉妒，大概就是这个理。之前她开奶茶店的时候还认识了一帮好朋友，人家都是去店里喝奶茶，然后觉得她俩人好，慢慢发展成朋友。